再来就是多功能的目力机，多功能的目力机呢是配合这个卡片来训练的。这个卡片呢有两个字，有三个字，一直训练到15个字。也就是说我们阅读的这个视野啊本来就比较窄，而经过了训练以后呢慢慢的加宽，2个字、3个字、4个字、5个字，越来越加宽，使我们的视野扩大，可我们使我们的看视能够专心，这个是目力机。